我妈切了点芹菜，小芹菜包饺子。切芹菜咋个视频呢？还得剁是吗？那这个就不用剁了。嗯，这不少了吗？我得先杀一下子，杀一下子，嗯，这回不焯了，嗯，杀一下子就行。凉了吗？嗯，凉了。花椒水，加一小勾水，这肉挺干的。这是没打水的。嗯。葱花、橡皮、盐，买点鸡精、胡椒粉，买点。这个盖儿是啥？还关上了，行。到点儿了，姜汁儿。姜汁儿、哎。行。少来点生抽。豆油。花生油。嗯。哎呀，我搅和吗？嗯。这馅子这啥出来就不少了啊。嗯。一打水它就多了。还来点盐。哇，不少啊嘛。这肉都不少。白茶，好、哦。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还喝点儿啊？大早晨的。啊、哎哎。不喝呀，我说的话。早上喝啥酒？谁喝？我怕法子呢。怎么整？他都动了呢。你让他配合的给你，是吧？油这咱还是一点，啊，这干还真是强项。怎么那么虚乎呢？白你专业那样。谁乐整牙玩意儿？他还是他坏了，他不坏耗子玩呢？那玩意儿。每天赶的就没有今天的好。你不来一罐啤酒啊吧？不来了。你愿意来你就来呗。嗯。咱这吃也得中午了，今天整的晚。小子舅舅哈。嗯。嗯。你来吧，我不来，我待会去刷个车去。放一天假，白天还能喝酒呢，万一开车有个事儿啥的，白天不能喝了。白天不喝，刷了车买个东西啥的。饺子舅舅，好不容易放天假。就是，放天假再喝点酒，再出不了门儿，你也真愁死了。出了门我骑电驴儿。那我二叔吃饺子，就泡饺子里。嗯，那水灵。嗯，不干吧。对。他那招也是个招，你多少年吃饭就那样，要不然他这盛出来整出来一会儿他就边儿个干巴了。我奶是过年吃三天素。别整好几个菜，你白的片吃三天素就是吃好吃的，那三天完他还吃素，好吃的吃没了完他也吃肉了。他也不馋了，他也不这一辈子就是啊。嗯，这一辈子得会说再整点钱呢。
用太多。我妈这眼睛，火眼金睛。这个肉都不少。不少，这可真是典型的薄皮大馅儿，还是自己家包饺子实惠。就有时候上外边去吃个那啥，吃个味儿，看大饺子。外边人能给你整这些馅儿，这一。这老稀肉包这点饺子还赔死了呢，没挣钱呢。我这打工也不上哪儿吃饭，打工就是食堂吃饭，给人够饭，还能舍得上外边给人吃顿饺子去。那剩一个你包吧，我去兑蒜去。嗯。真是啊。这个手拿不了，这配合的，面太大，不能搁了，得等两分钟再能搁。都飘起来了。啊，飘就快熟了吗？两大勺。对。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嗯。哎呀。哎呀，这大饺子，这实惠啊！哎呀，真好！哎呀，慢点吗？好了，啊，长大，实惠啊！两盘面捞虾，又来一个，好了，哎，妥了。来点饺汤亮亮，这一会儿亮亮喝喝。妥了，一品鲜酱油。嗯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今天礼拜六，俺们家包的饺子，猪肉和芹菜馅儿，是吧？嗯。那个上回给我大哥那吃是白茬子，没勾酱油，俺们这回少勾一点生抽，尝尝味道。开饭，开饭。我爸喝一罐啤酒，我就不喝了，一会儿洗车去。买过啤酒。刷刷车，多没坨。哎呀，行，这家伙薄皮大馅儿啊。今天大这饺子。这饺子，我家包饺就是套大。咋样？好吃。没勾那些油啊，我妈，是不是？行。这芹菜咬嘎吱嘎吱的哈。这好吃，挺好，没高一些油不腻香。这大饺子，这号是真大。嗯，我包这家更大。你包都胀肚了。能打酱？我包饺子打不进去馅儿，总怕坏。我妈包饺不拿手，嗯，我爸行。来呀，饺子。哎，亮凉了。高汁亮了。嗯。哎呀，这可一顿晚上不用吃了，好像。嗯，那还有那么长时间呢。放假起来的晚。都是中午了，这都是，那11点多了，不像我大哥搁这，我大哥搁这起的都早，我一活动咔咔全起来了。两顿饭不用吃太早。哎呀，尝尝都能喝。哎呀，嗯，凉了。哎呀，那你妈喝，我喝啤酒就不喝。嗯，您说南方人包饺子不勾酱油？嗯嗯，你真不知道，你会不谁说呀？那许家德饺子也不是南方的，不是北方的。许家德？是啊。嗯，北方的。南方不吃这个酱油蒜，人吃饺子吃醋。嗯。是不是啊？就吃醋。我爸现在学天津老头呢，你看。嗯。你学人家天津老头呢。
是啊，我高醋了。嗯，原来不高。嗯，倒出两盘了。嗯，再来这个。嗯，再来那个。继续吃。继续吃。醋好吃，醋软化血管的。这都是我包着的，全是大脚的，自己都认识。哎，都你包的。可热了吗？哎呀妈，啥妈渴了？你等到夏天的时候，你那总出汗，不喝水是不是？就渴了。我就不愿意喝水，除非吃渴了，吃咸了，不吃咸了不喝水。我大哥也不咋愿意喝水，我愿意喝水。你看我出汗多，喝水多也是。你出汗多，闭眼得喝水。啊，要不然肝虚多了。我也不出汗，今天出汗了。包疗。你妈！包疗的。能包疗。包疗咋的？不行啊。能包了。你包点，你不爱包点。这八个饺子还不吃呢。这大饺子，这是我包那个，这样子不是？都漏了。哎妈，粥了。他一罐啤酒呢，两盘饺子。吃饱了啊？没有，等于包了呢，这还。还吃饱啥呀？不都吃的，那剩怎么着？真能造！哎呀妈呀！姐，你这左膀右臂，你不得发挥好了？一早走两圈了，你这起码就能吃十个饺子。你造！哎呀，好了。嗯，我有十个饺子。这回天天学我大哥喝。吃完饺子再喝点那个饺子汤溜溜放。你那啤酒都溜完放了，还溜呢？那啤酒跟他不一样。我把啤酒喝真快。一瓶啤酒一杯，三杯。渴了。嗯。我爸吃饱了吗？饱了。没吃饱再给你。拿五盘饺子哈。我不要了。要我来了，嗯，正好我吃，我吃一盘半，我爸吃两盘，嗯，我妈吃一盘。你要不说包养，我就不吃，早都不吃了。芹菜多肉少，挺好，是吧？嗯，肉也不少。嗯。不拿人。不拿人，整挺好。来呀，整口吗？嗯。整口啊。嗯。喝一口，那花园石喝一口来，这不干了，干不了下去，整一口。妈，我还真渴了，出汗，哎妈，干了，干了，出汗。我这见啥就那啥，你看我这汗出的是吧？劈了劈了。这脚汤啊，脚汤你喝这个吧，它就有这股这个猪脚子这个。面食这味儿，它跟开水不一样。一会儿我没喝酒，一会儿出去洗洗车去，该买啥买啥。完了之后，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完了之后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，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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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天儿阳光明媚呀，哈，不错。看看我的小车干成啥样了。回来这么多天没动弹的，看着，好家伙，上面全是粑粑，这家伙一层啊。